讲的话呢，那是什么？初禅定的意识周遭的这个乐受，跟二禅定的周遭的意识的这个乐受呢，它有什么呢？它又是喜，又是乐。那三禅定的周遭的这个满足的这个受啊，我们不会说什么，它不叫乐受了。它这个叫什么？就是喜受嘛。我们这个三禅定的周遭的，哦，对不起，我又颠倒过来了。三禅定的这个周遭的这个乐受呢，我们说什么？我们不会叫它为喜，我们只会称它为乐受了。虽然它是乐受，它也是意识周遭的乐受，但我们不会称它为叫为意乐，它是为叫根乐。是不是他前面刚刚不是讲说什么二叫喜意乐吗？那喜是什么？是喜才是意识周遭的这个乐来讲的话呢？这边来讲的话，我们三禅定以上的这个乐受来讲的话呢，它就已经不是意乐。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喜了。我们一般讲什么？它叫为叫做什么？叫说叫什么？叫什么叫乐根？或者我不要把它翻成根乐会比较不好，应该叫乐根呐、啊。那乐根有两层的意思，乐根有两层的意思，它是什么？它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是根是周遭的乐受，也叫乐根，以及说什么三禅定的乐受，我们也叫什么叫乐根，二禅定的乐受呢？我们说什么呢？那叫意乐也好，叫做喜也好，叫做乐也好，哎，都是一样的这样子。他在这边来分的，这个比较复杂，在俱舍论的这做一个区分来讲，为什么我们顺便大家也跟我也算我跟我一起复习的话，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在于俱舍论或者有部他认为的什么喜跟乐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心所。乐为什么呢？乐为清安，而啊，不行，啊对，啊，我说我是我倒过来的，我说乐为清安，而喜是什么？喜是为意乐嘛？刚刚我们讲的这为喜为喜为喜为意乐，那是这样子的这个认知来讲的话，可是什么呢？上部派的认知来讲的话呢，喜跟乐不相违。喜跟乐根不相违，喜跟乐实际是什么？就是一个心所。这个心所，如果它是帮助根是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称什么叫为叫作为喜？啊，对不起，哎，那我说帮助他，如果我说他如果是帮助周遭的自己心所的话，我们称之为叫为乐。他如果是帮助于根是或者色根，我们叫作为叫为这个叫为说叫为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一下，我要我说这就叫为喜了这样子，不收，这不收，不收，哦对，我说等一下，我说什么？是那他说如果是什么，我们说他是使周遭的心事感到满足为叫为喜，还如果是身体感到为满足为叫为乐嘛，好，我们来帮助来讲的话，他好来讲的话，这个所以总之，他是以一个一个，总之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一个满足的这个心所作为来讲，就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跟大家讲他的意思有点像什么？你看我们一般是不是讲说无常、有为法、事物？那我是不是说为什么他们不相违？是不是我比如说我说，哎，这个一个零或者一个处，这个来讲，它有从作用的这一分，它叫为事物；它从它刹那刹那的这一分，它叫为无常；它从它是由因缘而生出来的，它个别个别的话是又个别个别存在。我说无常、有为法、事物，它三个是我不是说它是就是一个东西的，它是。
它是个别个别个别存在，可是在例子上面来讲，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这个处，就是又既是事物，又是有为，又是无常。所以刚刚他讲的一样，他说所谓的喜跟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是喜跟乐是两个心所。可是实际举的例子来讲的话，什么就是一个周遭的这个满足的这个心所是什么？又是喜又是乐。因为什么？对于帮助社运的或者帮助身体的，使身体这个可以堪忍的这个地方，视为我们刚刚讲为叫为乐吗？是周遭的这个意识而可以感到满足这一分呢，而我们讲认为什么叫为说喜。所以这两个来讲的话，是一个满足的这个心所让了，又是为作为喜，又作为乐。可是喜跟乐又是义嘛，喜跟乐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它是两个，可是它的例子是就是一个这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作用。就像刚刚讲说什么这个处又是有为，又是无常，又是事物嘛，是不是？它又是来讲，可是事物有为无常是用一个例子来表明出来，可是它又是三个不同的东西。一样，那个内心的感到满足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它又是喜，又是乐。所以为什么我以前自己在这边来讲？搞混的是什么？是大家不要想说喜是什么，是跟是色根啊，或跟色蕴有关系。它跟色蕴不是，是所谓的喜跟乐都是心所，都是一个心事，而是由它的这个缘故感到让这个身体可以堪忍啊，可以运用啊，感到这可以，用白话一点来讲是什么？它可以说适当的去用途啊，或它可以。那种保持很好的状态啊，是什么？是由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什么？是由我们所谓的刚刚讲的乐嘛？哎，如果使内心周遭的这个人会感到满足的是什么呢？这一从这一分来讲，我们称之为叫为喜乐，我们将称之为喜乐，叫喜跟乐。而当然定的话，他没有这边做特别的解释，什么？因为定就比较容易了解，定就是什么？就是使这一集内心可以。专心安住于一境的，这位来讲的，那这个来讲的话呢，那说什么？那作为初禅定的之分的三摩谛，是能令于自具行。这个自具行的是什么？是这个自具行，我们刚刚看到来讲什么？它跟随着周遭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的之分，不管是寻、思、喜、乐还是定，都是什么？都是心所。他都是跟着一个心王一起并行的，所以是什么心所使这个心王可以安住于一境呢？是这个定。是什么心所使这个心王可以感到满足呢？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喜嘛？是什么心所使周遭这个身体也感到可以饱满呢？是乐。是什么心所可以使这个心王他可以出分的去驱入这个境呢？是寻。是什么心所使这个心王可以细细的去寻查这个境呢？是死。是这五个不同的心所在一个心王当中周遭有个别个别的作用。他是以这个病，是不是我们之前在介绍跟大家心内学一样？我说你看，如果我们举一个像一个政府来讲，是不是是因为有教育部，所以使我们这边的教育体系可以运作，是外交部的缘故，所以使我们可以跟国外的而运作了，是有国防部，所以使我们周遭我们这个国家可以保护我们自己，是因为有内政部，所以我们周遭里面的来做，是这一个总的可以运作，我们可以一个体系，或者比如说，我这个来讲有个别个别，像我们以前我们在寺院的话，他什么？他比如说有负责大寮的，有负责会计的，有负责是什么？是升职的、自律的、纪律的，有负责是什么？是课程的。这几个来讲的话，可是这四个是个别个别，他们的缘故使这个寺院可以运作吗？
可是是什么？是每一个每一个它有它个别个别 的作用，是这一个大的来运作一样呢？那我们新王也就是如此。新王 是什么？是由刚刚讲的喜跟乐的缘故而让他自己感到满足，由因为三摩地的定使他专注一致，是思跟寻跟思使他去趋入于境。那还有什么？像我们智慧啊、感受啊、是等等来讲，等等的都有的时候呢，那再来讲，那与二禅定来讲说什么？它作为第二禅之分的内境呢，以具神论看是说什么？如云，内境即性根，虽主张为性，性许出离出禅的信心，但是大圣之中认为，作为第二禅的之分的正念、正知、行舍三者，即为第二支的内境。什么来讲的话呢？这边以有部他认为的内境是什么？他认为的内境是什么？叫做为内境，是因为出离出禅而生起来的信心啊，更殊胜的信心。因为出离出禅而生起来的这个信心来讲的话呢，这叫什么呢？这叫为内境。可是什么呢？在与大圣的或者以阿毗达摩集论来讲，他说不是这个。在与初禅定也有正知、正念、行舍，二禅的时候也有正知、正念、行舍，三禅的时候也有正知、正念、行舍，但为什么只有在三禅在举，二禅没有举呢？二禅的这个时候的正知、正念、行舍，我们把它总设在一个内境的里面了，它没有个别个别取出来，它是总设为在一个之分叫为内境的来讲。实际什么叫做内境呢？就是正知、正念、行舍。这个来讲，以大圣的中义来去讲来讲的话呢，他说什么？因为以色觉者分，这些我们看到的，前面来讲的声闻地、菩萨地、色觉者分、阿毗达摩集论、阿毗达摩集论四，都是什么呢？都是无着菩萨在写的，这都是无着菩萨而引用的。所以无着菩萨他再来讲，我们就说什么？这叫上的阿毗达摩，是不是他的程序比较偏向是大圣的程序？而世亲菩萨在阿毗达摩俱舍论这边所写的，或者说这边所讲的话，他偏向是什么？他偏向是有部的程序的。所以很多这边来讲的都是不一样的来讲的时候呢，他说什么？这边说以色觉者分说，那内等境以合法为自性，为念正知舍为自性，而作为第二禅之的喜乐及三摩地，则如彼出禅。什么来讲的话，唯一差别，我们刚刚讲不是说吗？实体为十一嘛，实体为十一的时候，二禅跟出禅的唯一差别的之分，是不是就只有内境？以他的喜乐跟定呢，唯一的差别只是说什么？一个是初禅所属的喜乐定，一个是二禅所属的喜乐定。以本质上来讲的是什么？是一点差别都没有，本质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别。以刚刚讲的，就像在以初禅的所说的一个满足的这个心所，又作为乐，又作为喜，使周遭的心事心王满足为乐吗？是不是？以周遭的不是以为喜，以是具有的这个色身而堪为使用，而称为叫为乐，为叫喜跟乐。而说什么？与是自己周遭的这个心王能专注安置于一境，为叫所谓三摩地，或叫为定嘛。好，那第三支的或者三禅定的，作为第三禅的三支，什么是只有什么？只有乐而没有喜啊？它是只有乐而没有喜。我
看一下啊、哦，大家如果刚开始跟我一样，没有，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学藏文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说我对喜跟乐常常搞混在一起，他要花有一段时间会要来，大家也要给我们，我们常常等我从印度回来也是，我相信还是会一样把这个喜跟乐都会常常搞混，因为真的我在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乐为喜，喜为乐，就是我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时候呢，这什么来讲的话呢？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他刚刚讲的说，我们说三禅定的所谓的这个乐，三禅定的乐是什么？是什么？是离喜之乐吗？离喜的之乐。他说什么？他说这边来讲，我说第三禅的之分的这个乐是什么？是离喜的乐受根。什么？这个来讲说，离喜的乐受根，或者刚刚他讲，就是我刚刚讲说什么，就是说乐根嘛。简单来讲呢，乐根，什么叫为乐根？就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根是周遭的乐，我也会叫为乐根，就是根是周遭的乐受，以及还有什么呢？就是三禅定的乐。我们也叫什么叫乐根？乐根，他只是把乐，因为乐是什么？是受嘛？他就把乐受根，实际上来讲就是乐根呢、啊。那如果有人说，为什么乐根或者三禅定的乐根不是应该说不是意乐呢？或者他说应该是意乐，为什么？因为他是意识周遭的乐的话呢？我们说什么？如果是意识周遭的乐的话呢，不一定是意乐。